第三，鼎龙会议举办手作垃圾的课程，请真侪家长妈妈热情参与，并邀请第三高中的化学老师来指导，唔来当照家己想的造型，制作成五彩的喷水垃圾。老师阁教大家实在生活当中时常拄到的化学知识，化学馆学着袂少。家境班的妈妈认真地学习制作手工蜡烛，大家是相当投入其中。每一个人发挥创意，做出无同款五彩的蜡烛，并期待会使将完成的作品带回去甲出来的人分享。我们那个幸福班很幸福的给我们做这个漂亮又有层次的那个蜡烛。这个月刚好是八八节，送给我亲爱的老公，能够让那个过一个那个浪漫的八八节。哦，我第一次做这个星球蜡烛，我觉得它蛮有趣的，它一层一层有渐层的效果。刚好我儿子很喜欢外太空的部分，所以我想要把这个部分带回去给我儿子看。哦，妈妈做的那个外太空是这个样子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这次由第三鼎龙会开办的课程，邀请到第三高中的化学老师，为生活周边时常拄到的化学常识，再到蜡烛的原料介绍等等，课程是丰富又精彩。那借由这个课程的话，就是我会稍微跟妈妈们介绍一下，就是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化学的东西，啊，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，啊，它也非常非常的实用。那今天做的这个星球蜡烛，就是第一个是美观，啊，第二个到最后我会给他们加一些精油的东西，可以当成芳香蜡烛，所以放在家里的话其实是美观然后芳香。顶一阵啊，因为疫情关系，真侪课程拢停班，最近会使正常来上课，加进班的学员拢相当欢喜，嘛期待未来会使开办更加侪无同款的特色课程。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所以很多的课程都没有办法顺利举行，然后咧疫情趋缓了，所以我们很荣幸能够来参加到这一次的课程。希望呢，农会再多办像这样的课程，像比如说烹饪啊，或者是一些拼布的课程，我也蛮喜欢的。这些妈妈们哈，哇，在学习之余能够做这样的创意的话，大家值得来学习。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研习，以后都能够跟公所、农会跟各种家政班这样的结合，让我们的竹山小镇创造幸福满满100分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天地。家政班妈妈在家，那我今在做完会使学习到无同款的知识，买三种完成的作品美化出来的环境，疗愈心灵。记者陈苗差不多。